操。这，哇，那个帅气学着点，油放这么多呀、啊。姜片跟姜母是两道菜。是。这两道菜都要用到姜。对。九层塔现在你要姜。一点点的姜，九层塔的味道会更香。真的。真的。天机第一。没有，因为我就不敢吃姜，所以我。人不放就不用，今天就试着学学看吧。哦，油的作用是炸九层塔，它就不会变黑了，就比较不会变黑。